以前谈过管理的工作并不是能力高强的人就一定能够胜任的。的确，有些人能力高强又认真负责，但是他却不懂得管理的方法。最常见的情形是一个主管拿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单方面要求部署，这时候就很容易引起部署的反感。或者是有的主管他对于工作的进度执掌以及工作分派常常会随着个人的好恶而自行调整，这样就造成了部署无所适从、人心惶惶的情形。更糟的是，有些主管动辄拿出家法，以开除来威胁部署。因此，主管的能力虽然是很重要，但是管理的理念、能力以及技巧更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已经是一周内第三个辞职的人了。哦，而且都是志大哥的。那一定是有人挖角，要不然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挖角倒是没有，我想问题应该出在李科长身上。他不是才刚升科长吗？对，上个月才升的，因为他做事认真负责，绩效很高，所以希望能够借着他的能力和干劲来带动生产线。既然这样，一定是领导同意的方法不对了。上个星期第二人走了以后，李科长曾向厂长要求补人，厂长就曾经问他为什么一下子走了两个人，他说是有些作业员吃味，看他年纪轻轻的就升上科长，有意代工让他难堪。这么说是他的部署处不好，有没有听听作业员的说法呢？当时他向厂长保证，他有信心在那两个害群之马走掉以后一切会重上轨道，因此就没有再追究。厂长说主管的尊严还是应该尊重，应该放手让他再做一次，没想到今天又出事了。你觉得该不该找个作业员来谈谈，了解一下部署的心声？总不会制造科每一个人都故意要跟科长过不去吧？你想要不要先向厂长报告一下？也对，他在吗？我问问看。厂长，我是顾敏。哦，我也正要和您谈这件事，王经理也在。好，我们马上过来。又有两个制造科的作业员向厂长申诉，厂长让我们过去一趟。刚才制造科两位作业员向我抱怨，他们申诉的重点大概是这样的：第一，由于接连两人辞职，人手不够，因此每天都在加班，工作负荷太重；第二，李科长经常弹性调整工作，行程派工不合理，人员处于不稳定状态；第三，采取高压政策，对部署动辄以开除要挟，这是导致两名员工辞职的主要因素。现在已经有第三名自动辞职的员工了。王经理，你现在已经了解全盘过程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吗？是的，我和顾经理本来想向您请示，希望和作业员谈谈，不过现在已经有答案了。我想问题大概是这样：首先，李科长本人尽忠职守，工作效率也高，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不知两位看法如何？因此他也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部署，加上他不懂安抚疏导之道，导致他和部署之间仅有工作关系，除了工作互不了解，甚至演变成对立关系。至于刚才厂长提出的各点，我相信顾经理应该和我一样有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顾经理，王经理这次来考我了。我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第一，重新评估生产流程，以做合理的调整，并补足所需人力；第二，
订定工作职掌及作业标准，依照每个人的专长能力来分工，不任意调动工作，并且依照生产计划来排定进度。第三，加强双向沟通，以共同讨论代替苛责强求，以人性的管理来代替高压的政策。不愧为人事主管，分析的是一针见血。我想在做法上可不可以比照主观汇报，让制造课每周安排一次工作会议，可以让他们讨论工作的进度和目标。对，我赞成，这样一来也等于让李课长学习沟通之道。我相信透过彼此的讨论，他才可以得知部署的心声，也才可能去了解部署和关怀部署。那谢谢两位了，现在可以请李课长进来一下。